幸福最重要的也不是说富贵啊、贫穷啊这些，而是呢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思想啊，这个思想人生观是从过去生到现在。勉励大众，无论富贵贫穷，重要的是自己内在的思想以及人生观。佛光山泰华寺住持行鼎和尚日前受邀到访首尔佛光山寺开讲，全场中韩音译，近80位信徒前来聆听。法师形容因缘就如同针线布与裁缝师密不可分，每个人的因缘就像衣服一样各有不同，勉励发心行善，多种福音，才能引导自己走向正确人生观。民间新闻韩国首尔综合报道。